我们在吃姜母鸭，又来到阿兰姐有皮的牛吧。重点是有一个人刚才又在乱花钱了。你们现在有那个位置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谢谢。看一下啊，老板还可以抽好礼，登录也中好礼。有人买了一个799的福袋，然后是罗技的，然后这边可以登录。你不要想太多啦，你就顶多是键盘跟滑鼠。我们看看，他今天刚好笑跟我说，有人今天抽到键盘跟滑鼠，可是我刚才讲说我们家键盘滑鼠不够多嘛。我就想要，你管我。我抽到可以给我妈，可以让她需要滑鼠。他就是想要自己抽中的，不要又买的。我就是想要看电影，过年就是要开福袋，是必须的。我买了一个最贵的。就跟抽一般奖一样道理。对，就是什么样？我跟你说，我的意思是你买一包太少，至少要买两包。我好像等下去买，只剩两包而已。那边只剩两包。我看你这包是什么？你这包不好。我挑一包最轻的，里面只有一样东西。我看我就挑到一个完蛋的东西。里面只有一样东西。没有一个这个。也许这个是会误。这所以这个你为什么？他说请沿虚线撕开。所以你要拿那个再去现场换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还有一盒这个，我不知道什么，还有一盒这个。就这样没了。那不会滑鼠垫吧？我那个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滑鼠垫，目前硬硬的。我们先来开这个好，好紧张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发大财。你先发大，我直接好牛一整年。好牛。你不要那么神秘兮兮啦，搞不好就是再来一碗。然后50块折下去。50块哦。折下去还要再花钱。对啊，罗氏有50块的东西。你不要吓我，真的還假的啦？50块折价券？没有，他要登录啦。登录买点，还要抽奖序，还要登录抽奖序号。头奖、二奖，但还要抽奖啊！一夜优惠什么的 ，Uniqlo。现在就看这是什么了。iPad 啊。你这个是有，欸、你这个是普奖，也可以普奖啦。我有很多东西。这个就是要登录啦。有吧？来两花十件啦。有没有？你要滑鼠垫干嘛？滑鼠垫，我们家滑鼠垫还不够多。这个我女儿就很喜欢，因为这个颜色好。好，这个我算你150，差不多吧。绝对没有799。150，罗技酱不可以。没有799。滑鼠，刚才有。滑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滑鼠壳，就是让你换这个的壳。哦，换在上面的。这只可能有啦，差不多799，这只也要个500-600要啦。妈，你要滑鼠，帮你拿到了这边。对，然后还换你壳，有啦，超过799。还送滑鼠垫。对。对呀、啊。有没有后悔了？有一点，刚刚要拿最重的那一个，我在那边任性跟那个店员说，我要拿那最轻的，最轻一点最。你要再买点包，把它买回去。对啊。只剩两包而已。我昨天一定要买完。他现在还有另外两种那个，他还有野兽国的福袋。哦。野兽国的应该不错哎。Disney。我不知道有什么，你可以先上网看一下。这很棒哎。我们上次都没有点小菜。你知道我上次去体检，我都快笑死。为什么？你快体检怎么了？那个验血报告出来、你不是胆固醇？红字一排吗？你这个胆固醇怪怪的，就是你的好的胆固醇还蛮多的，可是为什么你的胆固醇会超标嘞？你有跟他讲吗？我昨天半夜2点还在老爸家吃虾。然后我那个什么血红素还是什么也超标，吃太好，吃太好，吃的那天又吃牛肉，又吃虾，吃太好，这就是半夜不回家，四处乱跑。我那天去开会，被招待了，招待什么虾？招待什么？你要讲没有？他那天晚上来我们家，然后没吃饭，然后我们就煮东西一起吃。来看我们点了什么。这高丽菜，然后花椰菜，这是什么？党欧啊。党欧面线牛肉，这是老板招待的卤猪。你有点你有点鸡？不是你点鸡脯，你有点内行的。哦，内行人才点鸡脯。牛爸还有点鸡脯，还有虾子，然后这边还有大肠。因为我看 Peter 脸有点倦。疲倦感，所以把它补一下。这桌很补呢，只有我们这五个人。我现在换这个很溜。换什么很溜？换这个火很溜啊。没火，真的没有。
这啊，这没瓦斯了吧？交给你了，我就要换没瓦斯了。跟他讲一下，等一下。哎 ，Anson 来啦 ，Anson 车来，没有瓦斯了。怎么了？瓦斯不是瓦斯。你真的那个呢？没瓦斯了。我们要接他过门，要换完这里。好啊。你要表演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他换的不是这种瓦斯。学一下。嗨，安森来了。来又来。第一特斯拉是普通吗？算是哦。今天赔了。今天赔了。这两天丢小碟啦，小碟，小碟，小碟。安森不能喝酒。我老公每天睡前都要打开手机这样看一下。就差不多可以补。总要补一下。可是没有下很多。最高八百八百八，现在八百五而已，那我现在很多。八百四，今天又今天没有又回一点点，八好像八百六，对，八百八啦，八百八，对啊。老板说这是小辣哦，这个我八我八百五有再补一点，不会啦，对啊，我补一点。辣，你有这样的生活吗？有啊，最近现金有点紧，对不对？最近现金都拿去那个装潢房子，对，不要预留。我在跟 Peter 讲啊。他特斯拉如果不要，要换现金的拿来给我。我当初如果没有买房子，没有装潢的话，全部 all in 特斯拉。我现在就两间房子。不要想，没有啊，不要想太多啊。那个还有去年，如果去年你知道好，你就 all in， 你大概现在你就退休了。你知道他有个新闻吗？有啦，那个新闻大家都知道，有赚3.9亿啦。对啊，有一个。7年前就买，对 ，all in 特斯拉。如果早知道，我那时候买房子，我 all in 下去，我都已经退休了。那他那时候算，搞不好都白倍。如果2013你就已经买进去的时候，没有这个，你已经不会做 YouTube 了。这个你2019几个月就可以搞。可是没有，他那个倍率更大，他那个是几块钱的时候买的。对啊，那个更大，七块，那现在是4000多哎。对啊。那看远哎。我要对啊。这个是他的，是我第一次吃。来一个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什么牛霸这个，很好吃。对，它是丸好吃。它那丸子真的很厉害。丸子很厉害。牛霸我跟你讲，它的芋头丸，这个甜不辣也厉害。甜不辣很好吃。嗯，它甜不辣。甜不辣超好吃。啊，丸子在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家就是阿兰姐。我们最近常常有时候聚会，都会来这里吃。如果新店人应该都知道。真的蛮不错的，上次跟 Will Walker 才来吃的，很有 feel。我们今天坐在路边，我早上起来，超大前天啊，难得哎，我就说，他都没有回复哎，我说算了，这时候就不爱吃鸡，结束了，没有，那是他，不是我，你传给他没有？传给我不对，为什么？好了，我们就聊天，拍到这喽，拜拜。